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フェロード。QTR 聖戦。静か論。哎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。哎，泰山，这一集是要拍什么啊？你要卖多少？你要卖多少？老师推车，老师推车一起拍、啊、那个 Sugar Daddy 专辑。没有，这台车是这个柯P收回来的一台2016年的 BMW 的318。啊，我现在好，因为我们车是这样，我们每一台进来的车采购第一手检查，第二个派工的人员要做复查，好，就是包含这个二次的汽车检定，再来要出去道路行驶，检查它的冷气、底盘、引擎、变速箱，好，内装、外观，那我要开出一个工单嘛，就这个车回来我们要整理什么东西，一方面重复查证有没有买错车，有没有像上次那一台，慢慢拆开才知道下面呛掉那一台，好像那个我们就是在复检当中检查到，很多观众朋友会问。哎呀，你怎么会发现啊？简单啊，复查的时候就发现了啊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瞄一下柯P买的这一台2016年的318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一来第一眼看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也看到了，白内障，你有看到？里面都水破掉了，有没有？这里啦，哎，这个是顶到什么？刚好一个圆圈圈，正圆形的，是不是你去顶到？我啊，直径差不多，直径，但是通常我应该是戳破了。通常我来处理，应该就直接直捣龙穴了，不会只有表面而已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已经都漏水。我跟你讲，我不知道柯P再买多少钱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灯壳原厂至少60000，但是旁边有写 BMW LED。到时候看他买多少钱，这个如果没扣到足够钱，我看就真的 GG 了。哎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看有没有撞过哈。我先看啊，跑36000，16年跑36000蛮少的嘞。这个部分你就快转了，我先检查一下板件，好不好？外观看完了，结构看完了，没有撞。好，然后外观我只有看到后保险杆一点点小小的，大概就是这个跟泰山鸡鸡差不多大的一个伤痕而已。这是我撞到。你想知道多大吗？来，就这里，这样而已。为什么三个洞？弄啥盖弄玫瑰啊？再来，我来检查一下轮胎。2016，结果胎是2016的，5年了哎。可是他也跑36000而已，所以没换也是合情合理啊。避震器 OK， 碟盘哇，干嘛破？都已经破浪了呢。然后边边已经有吃钩了，为什么这样？再跑30000多而已呢。哎，怎么会那么快啊？其实碟盘是这样，我觉得啦，要跟大家讲，你不要车热热的加油站有个嘟里里最冲尾哦。这个碟盘应该是要换掉了啦。那我觉得碟盘都吃钩，来硬片可能都是连带，通常我们都是一组换。嗯，啊，我看一下后面。一样呢，后面虽然它没有这个波浪这么严重，可是它的边缘其实也吃钩蛮深的。欸，太快了吧，才跑30000多而已。我目前看起来齁，引擎是刚看的。那现在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出去绕一圈回来要顶起来。好，出来试一下，而且今天一定要顶啊。你觉得不顶可以吗？不行。对吧，妈的，你不要塞什么烂梗走啦。欸，我好像没有推过这个车齁。那我们今天就小推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是讲听干话而已。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我们还是要认真一下。它这个三缸，我记得那时候引擎叫做 B38 啦，那马力我记得是136匹啦，扭力是22.4公斤米。哎，我们之前不是说三缸会抖吗？对啊，你不是说所有三缸的车基本上多少都会抖？不是多少，是一定会。一定哦，只是抖严重不严重了。不是抖的严不严重，是要靠它原厂在周边做了什么努力来抑制这个东西。那像这一点 ，BMW 其实做得不错。你一些国产车，甚至一些比较小台的车，什么 Swift、Berlino， 有不？嗯，也是台一种哎，他们没卖那么贵嘛，所以他没有足够的预算来做这些抑制震动的事情。那 BMW 它这个当初新车价钱，我记得是178万。我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我记得它最后在促销2017、2018的时候，一台好像130几万就买得到了，差那么多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是人性的考验。今天2018，它促销178万的车，剩下130几万。那可是问题是有新款的喽，对不对？大鼻孔的已经来了哦。那你是不是就选择性有困难的？你想说，干差个50万，还是我来买新款的车比较帅？马力136匹，其实它4缸的318跟这个3缸的318的马力数据是差不多的，扭力数据也都差不多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其实自从我买了我的218GCO。我非常喜欢 F 四代的 BMW， 因为变速箱8速手自排。我跟你讲，这8速手自排真的有够好看，不管它配在哪一个排气量、哪一个马力数都好好开。
滑顺感，衔接性那种咕溜咕溜的感觉，舒服。我好想知道科比买多少钱？他没有跟你讲？没有啊，我都知道。哎，我吃背后啊，哎呀，钱也我敢回给讲啊，哇啦，真是实在太屌了。我们的公司真的是自由度非常的高，妈，大家都是先处理再说的。五年跑36000，不会啦，光这个里程数就高潮了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可是它这个刹车哦，有一点点的抖动。真的吗？你感受得出来吗？你野马碟盘换过？还没，它就很小，我是嫌它很小。人小，东西都很小了，给西也小啊，嫌累嘛小啊，什么都小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我想我经验是这样啊，坦白说，你以双 B， 因为我们比较常讲双 B 嘛，对不对 ？B N W 它的确，我自己的亲身经验，还有我在看这个拍卖场，因为拍卖场它都会写说，哎，哪里有漏油，哪里有漏油，然后他们有做基本的检测嘛。那 B N W 的漏油的时机点都会比宾士早，好，比如说一样2015年的，我看了很多的宾士，那都不会被勾这个引擎有漏油这个选项，但是看 B N W 2015年的，相较之下哦，就很常被勾引擎渗漏油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实地的经验，不是妈随便胡乱乱讲。我很喜欢 B N W， 可是它有没有缺点？一定有啊，那谁没有缺点？我有缺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缺点就是他妈优点太多，人烟刀，花高唱，布高跳，话高讲。行李个大户，啊，类似这种感觉吧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这个还是有啦，所以我觉得它真的，我是比较担心漏油的部分。哎，你不要以为这个车跑三万就不会，我觉得等一下回去我把它顶起来，搞不好就真的有漏油。好啦，这个底盘没话说，没有声音啦，我们现在就回去顶起来，好不好？来哦，很多朋友会问哦，小师哥是不是改刹车就要跟泰山一样哦，就是他妈4活塞、6活塞大鲍鱼哈，像科比一样在那养鲍鱼，好，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到那么大。那其实我觉得台湾坊间比较大的几个品牌哦，好，我嘛唔加拎在，差不多是几间啦吼 ，AP 啦、欧力、Brembo， 喂，哎，哎呀，没讲到，我会想说干呀，应该不会吧 ？Velodo 啦，这种都是欧洲的品牌嘛。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幸福就是来的这么突然。好，这个 Velodo 百年欧洲品牌，我来讲，不是青菜郎来温度杯呢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好东西。我真还蛮恭维，但是我真实在。这是啥？漂不漂亮？化线打孔通风。现在很多的这个原厂啊，其实他们都会 OEM 给一些外面的这个制造厂商嘛，一些零配件。碟盘的这部分，我刚刚讲的一些品牌，其实他们都是在帮这个各大车厂做 OEM 的碟盘，真的很多间呢。哎，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有什么你知道吗？阿法啦、菲亚特500啦、Golf 啦、哦，宾士的 C Class、B N W 的2系列啦，还熊 J 啊，泰山你在后置把它打上来，车款其实真的蛮多的，而且哈、哦，他们要讲一个叫涵盖率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的车款要去叫他们的碟盘，其实他们那个数据我一看，90%以上都是买得到的。好，那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们其实哦，以前叫来的碟盘啊，哎，上来规定用油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整个都是油。后来啊，我经过了解，我才知道那个差异在哪里。因为他没有做这个涂层，我先讲，这个是一体成型的，然后用浸泡式的镀锌涂层，所以它怎样防锈。还有我知道很多这个，例如宾士 S Class 啊、SLK 一些比较高级的车有没有？其实它会搭配一种中空材质，它为了偷轻嘛，所以它用了不一样的材质在这个碟盘上面，所以会造成一个状况，就是你想想看，这是一个物理特性哦，两个材质不一样的时候，它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。那当你在激烈超价或者是你开完之后，很容易发生一件事情，膨胀系数不一样就很容易怎么变形，所以我觉得在耐用度上面可能就会有一点落差啦。而且我跟你讲一个重点，这个是有数据的，他们在欧洲的实验数据是这样，100公里到0公里的刹停啊，它的那个刹车距离可以缩短 10%， 如果是从115公里到0公里，它的这个刹停的距离啊可以缩短 17%。 如果说照你上次喜美撞到的那个状况来看，应该 10% 应该就救得了你了、哦、对没有，我是觉得是这样啊，这个也不是说真的多厉害改装，因为真的就像我讲的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预算，只是说很多消费者会跑来问我说，啊，我不力招刷喽招力宝啊，我一定要弄到那么紧绷，大鲍鱼4活塞、6活塞，我只是现在原厂刚好坏了，啊，我可不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的小升级？那我觉得像这一种碟盘跟台立片的组合，我觉得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。我等一下最后再跟大家讲价钱，我觉得重点是价钱。哎、欸、，B N W 你去玩去。
两片碟盘加这个刹车皮有没有？干边几两百？啊，我们换前后。哎呦，干前后，我弄了刹车要弄到喷掉30万哦。我觉得啦，你这个东西，你除了这个减短你的刹停距离以外，耐用性其实蛮重要的。因为它第一个，它做防锈，如果有做防锈的话，它就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。那我觉得这样这个钱花下去，你如果又比原厂更便宜，你又可以用得更久。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升级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。来，零片的部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也是 Freeload 的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倒角？我收到很多私讯，很多观众朋友会问，说它刹车会滴滴叫怎么办？刹车会滴滴叫都是牵涉到刹车皮材质的问题。有些所谓的竞技型的材质，它是偏硬的，你还没有到达工作温度之前会有声音。那第二个，有一些可能是这个设计上面的问题，像很多我们以前就做很多事，我们之前叫来都全平的，就是没有这个倒角。那我们都会用弗兰达去帮它磨倒角，老塞才会这样弄。第一个才不会有发出那个尖锐的异音。好，那它这个刹车皮是环保材质。其实刹车皮有分蛮多种，它有的会属于是比较软性，那它可能它的刹车会比较线性，然后也许它的粉尘会比较多一点。好，那也许有一些它是比较偏硬的金属材质比较高的，它可能就很容易在没有到达工作温度的时候发出尖锐的噪音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，这个东西越硬，这个东西就越惨，就跟泰森跟他男朋友一样。欸，你看哦，其实它的盘径是一样的，差不多的。不要误会哦，其实我们现在不是在跟大家介绍改装品，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原厂规格的东西，它不是什么加大盘，因为其实加大盘牵涉到很多问题啊，你的卡钳啊，我们你的轮框啊，好，所以它是一个原厂升级的一个选择，好不好？哦，最后跟大家分享啦，我们刚刚讲这个原厂换起来整台车3-4万块，我给大家参考，这个应该换起来应该在原厂的一半价格。其实我以前遇到很多客人，他们都去原厂问完价钱又吓到，然后就开回来找我。那我们都找材料商帮他拿，然后都也是差不多都是从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价格。当然要看等级啊，因为它像它这个它没有分啊，我刚刚讲的它有分平盘的，还有分这个只有划线，还有这个划线加打孔。你怎样怕康没送好吗？散热。啊，咱划线没送好吗？哦，排粉尘。排粉尘。好不好？散热、排粉尘，看小师长知识。哎，欸，你看它这里面都有镀锌的。哎，啊，小陈装好了没？啊，盘子在我手上哈。盘子在我手上没办法装。对啊。啊，装好我出去试一下。Freeload， 真的啦，这个牌子你自己去查啦。好不好？今麦几周被别话这来，我们妈直播开下去好了啦。不行啦，他这个要叫货要记得，它是依照你的车身号码，好，然后去查到你对应的尺寸，所以基本上规格是一模一样。来来来，我教学一下来。你们是不是看我们看车的时候，我常常在摸那个碟盘，其实就是这样，由内往外这样子，慢慢的走，你就会感受到波浪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他们是在看这个消耗，就是看这侧边这个墩，你越磨底会越进去，有没有？对，内侧的墩跟外侧的墩就会慢慢的会有一个落差出现。但是借以来判别说这个碟盘是不是该换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，当你已经变形了，即使你还很深也没有用，你磨好啊，你就轻微，但是动画打起来都是准难度啊，那些话啊，那都磨好啊。好，所以我刚刚讲哦，其实碟盘很重要，来临片也很重要，来临片也不能乱用，你用到不对来临片，把你的碟盘弄挂了，大概开路这一集。好，所以这个观众朋友，你们可以自己去观察一下你们自己的碟盘的健康程度。小教室搞定了。好，等它装上去吧。哎，换好了，刚厂内有没有稍微磨一下，它那层保护漆就磨掉了。等一下它出去跑一跑，金属色就会跑出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刚开始的时候要先让它磨开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出去试一下。Freeload QTR 製線静か論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这次特别满载，满载啊，试一下这个制动力怎么样？等一下高速公路跑一下，山路跑一下，哦，车真的变重了感觉。但是你如果车上变比较重，你开起来你会有感觉？会啊。你从哪里感觉？从加速啊。哦，比较慢是不是？对啊。那你的车会马力再小一点？哎，啊，你那3700耶，你有载过满吗？我没有满载过啊。哦，你没有朋友哈，哦，忘记也拍着拍着。等我一下，我让它磨一下，现在试不出来，所以我现在刹车会踩得比较频繁一点。不过其实我已经感觉到有比原本的还来的线性一点，
其实刚刚他那个原本我们第一次去试车的时候，他那个踏板踩起来感觉比较硬，那个反馈让你的脚会觉得有一个比较硬的一个阻力啦。现在是踩起来，我觉得是有一个柔软度在，这第一个。然后刹车从时速，像我们刚刚要到红灯之前的这个极速的静止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，如果是最后的那一下，在原本我们第一次试车的时候，我觉得它会有一个那个点头，点头，对。可是现在这个我们换上去的这一组 Beodo 这个，我觉得它有比较。线性一点，就是它在加速静止的时候，其实它是比较柔软一点。我的感觉是这样啊，哦，你们这个观众朋友有机会，然后你在这个你的爱车刚好你的碟盘跟你的刹车蓝印片要换的时候，你可以试着问问你的修理厂说，哎，我要 Beodo 的产品，那请他跟你报个价钱。那大部分我觉得跟你换一般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。我是说外面修理厂啊，不是原厂，一定是比原厂便宜很多啦。而且这个东西又牵涉到这个安全性。其实有时候我坦白说，我们在外面的修理厂常遇到一个状况，就是我要换碟盘，对不对？他拿来碟盘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啊，那就拿两块盘子来，然后就哎，啊，这碟盘要怎么去倒给你啊？啊，我们就好像觉得什么放上盘子，让哇还加大盘。好，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哦，真的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啊。但我觉得说，如果说你可以试着去哎指定一下说，哎，那我要 Beodo 的试看看。我相信第一个，这个是安全性的东西，这种真的是百年大厂，我相信品质一定是有一定的水准。那至于说合不合你用，你计划买啊？我现在我要认真试了，因为应该已经磨开了。哎，我刚才问柯P呢，嗯，是啊，一家家杯，一条公杯七十三万。我说大灯你没有扣钱，他说有啊，大灯我有扣啊，扣一万不够吗？我死啊，哇，那大灯扣一万怎么会够啊？好险，我没有皮肉懂，至少省了碟盘的钱吧。我看到那个大灯，我会晕倒。反正我跟你讲，叫隔壁自己想办法，他的车赔钱要算他的。我等一下出隧道会仲裁一下哈，这个摄影机很贵，你不要喷到前挡去哦。我喷掉没关系的，摄影机不会有事。对你喷掉没关系，摄影机要留着。好，我们现在大概90公里，后面没有车，急刹一下哈。完全，一下就停了。嗯，对啊。而且我刚刚急刹刹车的那个灵敏度真的是蛮强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没有点头？对，没有点头。所以没有点头是不好，还是好？好吧，没有，比较舒服了，比较舒服了。它这个哦，我刚刚虽然这样讲，可是它这个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，它这个不是所谓的改装布品，它这个东西是原厂的升级。你买动作这盖了料，你都在去找力宝啊。泰山，你知道，如果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升级你的来临片跟你的碟盘，嗯，老婆会骂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有一天你就去说，哎，老婆我去保养车了，啊，回来，老婆就发现为什么你四个碟盘都亮亮，还划线，还打孔，你是不是又骂花钱乱改车？哦，没有，老婆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去了这家保养厂周年庆，小保养送四个碟盘跟来临片，啊，大保养送了，好，大保养送四只骨秀啊。坦白说啦，耐用度我要开久一点才试得出来，下一个车主就会帮我试。那耐用度我在这边讲说干多耐用，那种好小，不过没有啦，人家还是有数据啦，泰山会秀出来给大家看。其实你知道碟盘蛮容易生锈，你如果下雨天放一天就生锈，因为它长期是暴露在空气外面，如果你又不是在车库内，然后下雨空气潮湿，然后又干又湿又干，一下一天两天就生锈。很多客人来看车说，哎，那碟盘都生锈。不是，这么多车放在那边不可能每台每天开嘛，但是其实来临片夹一夹就磨掉了啦。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其他的部分，如果没有做好那个防护的话，其实也有可能从别的地方开始生锈。好，那今天这个2016年的这个318 BMW 318，好，36000公里，好，跟大家分享。那柯P说他买进来价钱是73万，那我们整理完应该是卖80几万吧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上次有一个朋友啊，又是你朋友，我朋友啦，我正在讲我朋友啦，他就叫我帮他买一只手表，劳力士的，40万吧，我
我就帮他拿，对不对？他就拿回家，他老婆就说：“你怎么这个手表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没有啊，那是我叫小师帮我拿。”他说：“多少钱？”然后就说：“50万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怎么那么多钱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是小师哈，他给我分期，就一个月我给他5000。”然后他老婆竟然信了。然后我把这件事跟我老婆讲，我老婆说啊，干嘛那么无聊，对不对？夫妻之间就讲一下买手表50万，这样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老婆在旁边，我就在车上，我就跟她讲，我就说对，你说对，夫妻之间，对。哦，他说什么？什么？啊，就这个啊，手表。你知道那个脸啊，想生气又不能生气，你知道吗？哦、知道。嗯。你好奸诈哦！好啦，订阅哦。嗯，拜拜。テロード QTR 聖戦静か論。